创意公益路跑，三、二、一。台北国际扶轮年会地主筹备委员会谢三连主委与国际扶轮六地区总监以及活动总召集人及台北市体育局长等贵宾，一同为扶轮社年度运动盛会揭开活动序幕。2023扶轮台北城市创意公益路跑活动将号召万人参与，一起为世界创造希望而跑。11月26号那天，我们希望有16000位的扶轮人跟民众一起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那我们有分成两个赛事，有入门款3公里跟赛事的12.5公里的两个方式。我们这次的活动除了第一个是为了2026国际扶轮世界年会在台北而起跑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扶轮社友，各位都知道，我们最大的就是在关心弱势团体，希望能够做更多的公益，也为呼吁民众的健康走出户外。然后我们这一次所有路跑的结余款会做成我们6个地区所有社会服务的公益款，为世界创造希望而跑。诚挚邀请新北市、基隆市、宜兰县、花莲县我们3490地区的社友、跑尊眷、小扶轮，一起来为世界创造希望，为我们的健康而跑，为公益而跑，为国际扶轮2026世界年会在台北起跑。谢谢。活动部分所得将由各地区扶轮社运用于社会公益服务，同时也为即将在台北举办的2026年国际扶轮世界年会进行暖身。因为我身为 HOC 的这个主委，我希望我们所有北部6个地区的总监以及社友，还有大叔们，还有民众们都能来参加。为我们的健康而跑，为我们的国际扶轮年会而跑。2026国际扶轮年会，我们原则上预计会有超过130个国家的人，原则上会有超过50000人的这个社友还有保健们来参加，所以这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活动，所以对。不但可以我们提升台湾的能见度，而且让全世界的社友看到台北，来台北啊，做一个很好一个宣传。2023扶轮台北城市创意公益路跑将于11月26号在总统府前广场起跑，即日起至9月10号开放报名，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